哎，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用电脑钢琴。好，那简报51页这边有模拟器的版本，也有真实的版本哦。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。对，我都很认真在家里面玩。好，你看，其实 WebDuino 也可以接收什么，就是侦测那个键盘，就是你电脑上按下什么键盘的按键。那这个在哪里？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左手边有没有一样在进阶功能，叫做键盘行为，就是这里，你可以去侦测，当我按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因为键盘上的那个是固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固定的哦，所以你侦测的，你看我们写好的在这里，按下 A 我就拨 Do， 对不对？按下 S 就拨 Re， 哎，为什么是 ASDF？ 你可以看看，你低头看一下你的键盘。ASDF 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是水平的？对不对？哦，是水平的，所以这样子你在弹的时候才不会发飙嘛，因为按不到。如果按 ABCD， 你光找 ABCD， 你就不知道那个键在哪里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我 play 一下，好，我是不是做到这里？这样有没有钢琴键盘？有嘛齁，所以你也可以嗦咪嗦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，看你啊。所以虽然不会钢琴，至少也可以过瘾一下嘛。哦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玩啊。这个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用模拟器玩，因为你可以控制大小声。你用那个玩就是固定音量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还蛮有意思的，你就可以像这样模拟看看。好，所以我们大致上今天可能只能到这边，礼拜四我们就再继续下去。其实这一份简报里面就包括了礼拜四的，只是能不能讲到那么多，可能就是要看我们大家的进度了哈。我尽量这样子，这样 OK 吗？哎，这个今天应该时间控制还来得及，好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准备要收东西咯。所以那顺便跟大家提一下，你在收东西的时候，请你先断电，好，请你先断电，先断完电之后，我们在收的时候呢，要稍微留意一下，请不要从那个像插头有没有，你不要从后面用拔的，你拿那个杜邦线前面是黑黑的，从这边拿，好，这样子的话那个杜邦线比较不会那么快坏掉。哎，虽然它也是耗材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爱惜它一下了哦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我们的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哦。